刘心柔其实都是好多男仔的女神嚟噶，但是女神心目中都有女神噶。刘心柔呢日咧就可以同埋佢心目中两位女神周慧敏同埋钟楚红一齐出席活动，佢瞬间就化身为一个小 fans 啦。哎呀，好开心啊！而家好紧张啊！啱啱咧同后台系后台咧同佢哋打招呼嘅时候咧，我直情系一个小 fans 嚟嘅，系我中意咗佢哋好耐，中意咗歌同埋戏啊。形象咯，两个女神的形象是很不同的路线，但是我心目中是不变的。你有没有影响啊？有啊，在后台的时候是我准备阵间发微博，我就会介绍呢啲就是女神，呢啲就是女神。你呢？我是人类，我是神，我是人类嚟噶。其实钟楚红真的 keep 得好好的，所以我真的抵你做女神。不知道你自己又觉得怎样呢？女神我不敢当咯，不敢当，我好脚踏实地的。你觉得漂亮不漂亮？当然漂亮啦，